我觉得在现在科技发展的今天，远程教育很快就会大量的普及。那我觉得每一个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。打个比方说，面对面教育，老师和学生之间可以更面对面的交流，然后可以老师知道学生的想法，学生也可以告诉老师自己的疑惑。 但是远程教育的好处在于，它可以非常的节约资源。比如在一些山区的地方，如果要派老师去，如果要建学校，但是会耗费非常大的人力和物力。但是如果使用远程教育的话，可以让那里的孩子，可以很好的接触到外面的世界，然后会有很多的视频或者是什么资料给他们观看，让他们也可以非常开心的学习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是，非常好的。 关键在于，在需要它的地方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。首先，我确实是一个健康向上的少年。然后，其实那我就讲一下关于联合国畅想2030年这一个活动吧。其实我的参与也很简单，就是提交了一份作品，但是当时没有想到会去纽约联合国总部去参加活动。 然后和罗氏以前的见了一面之后，然后告诉了他我的见解，告诉他我会用自己自己的力量，然后来帮助更多人，让更多人知道联合国畅想2030这个活动。然后我就觉得优质教育是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教育都是基本，因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都是建立在优质教育之上的。只有有了优质教育，大家才可以更聪明、更有创新、更有创造力的去做其他的事情。 所以我觉得优质教育是非常重要的，也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优质教育，从身边的点滴开始，不要求一下子就堆成一座山，但希望积少成多。谢谢。